好整理。在整理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个人觉得你要是不熟的话，你可以慢慢的化开。那么如果说你有一点熟，又觉得不是那么熟的话，又不想要每一个慢慢的化开的话，你可以跟着我这样子做啊。但是他这里只是要求 X 项的系数，对不对？ X 项的系数我们有两种做法， X 的系数，一种做法就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只要找跟一次项有关系的就好。好，这个不要看，那这个不要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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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只要看一次项就好。我们先看这个里面啊，这个里面一次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前面负三看一下，这里是负负得正，会是加四 x。这外面有一个刮弧，这里是正 x， 有一个负号呢，所以出来是负的 x。在这个地方负二，这里是正负负号，所以出来是正二 x。对于 x 项的系数，它就会是 x。这样子有没有简单？你不要看到一整串很害怕，其实它只是要看 x 项的系数。